来，过去，过去。一上就到了。OK， 明白，那就在这儿了，咱就办上了。呀，为什么你穿着短袖？哇，没带衣服，真没想到。前总想到广东来这儿啊？广东到这儿只有短袖。对。好。试试啊，试试。我先戴上，你看看够不够亮。我先开机试试。竖屏横屏啊？进去，横屏进去吧。我还挺配合，还竖屏横屏。超哥，我觉得你好像在里面有点待舒服了，有点适应了，是不是？我还在找角度呢。底下这个机位太死亡角度了，好可怕。别说话了啊，洗衣机不能说话。出发了吗？出发了，出发了，出发了。嗯，上去了。迪哥，你别叫错了。迪哥。别说话了啊。你好，问一下，那个于迪的办公室在哪儿啊？什么？于迪的办公室？于迪搁哪儿呢？他订个洗衣机。哪个是于迪啊？于经理。这么快？于经理这儿呢。你好是于迪。对啊。给你打电话还不接呢。给你打电话为啥不接？打了吗？打了三四个，你买洗衣机自己心里不知道啊？没打。给你打电话了。没打，但是我瞅着这人特别熟，瞅着这人特别熟。没打。